好，大家好，咁啊个港股继续夹上去，就多得A 股嘅帮手啦。咁啊 A 股失惊无神咧，成交破万亿咧，上证综指咧上咗3500点，咁好事嚟嘅，好耐都冇见过呢个位啦。咁啊之前前两日其实仲担心紧 A 股会唔会穿3400，点知啊抽翻上3500呢个位嗰度，算系非常之唔错啦。咁啊所以港股气氛都大动翻，恒指啊上翻28800呢啲位嘅。咁但系个问题就出现咗啦，就系话咧，其实成个五月咧28800咧唔系第一次见嘅。咁但系咧，基本上去到呢个位咧都有少少行人止步咁嘅感觉。咁啊再加上即系其实都系啲新经济股啦，似乎都未带得动到个气氛。近排都系靠啲内险股啊或者内银股啊帮帮下手。咁啊所以究竟今次又会唔会企得28800楼上咧？咁我觉得50-50嘅啫。咁就算你话企得到上边，其实上边都好多阻力啊，29000啊、29200啊呢啲都系大阻力嚟嘅。咁啊所以去到六绝啦，五穷咧都穷噶，你见到个市其实都系上上落落，冇乜方向，个成交都唔系好突出。五穷我觉得即系应验咗噶啦，老老实实。咁系咪去六绝嘅啫？咁啊六绝个机会我觉得都高嘅。咁28800又有机会咧就杀翻转头嘅。新经济股唔肯行咧，咁靠旧经济股带动咧，始终对个指数咧都唔好有太大嘅期望住啦。咁恒指新贵入咗去啦，咁冇乜太大嘅股仔讲啦，个股价表现都一般般啦，好多隻都。咁嚟緊又有呢个嘅美团啦，甚至乎係小米啊出业绩啊，咁呢啲反而我觉得要留意返啦，因为成个 ATMXJ 究竟可唔可以再独领风骚呢，真係其实好靠呢两间公司嘅业绩呢带唔带到个市场嘅气氛㗎啦。